不是纸人啊，这个一个也是一个国产的，不是纸人。现在是午夜一点，欢迎收听夜话连线栏目，我是你们的朋友汉语。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今晚的第一位朋友，听听他要分享的是什么故事。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呢？汉语好，大家好，叫我烧麦吧。烧麦你好，你的名字在这个时间点有点拉仇恨啊，我现在都饿了，请问你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什么故事呢？我要讲的是我自己的真实经历，阴魂。阴魂呢？阴魂。我换个应景的背景音乐。好了，请继续讲述。我的老家讲究未婚的人过世后一定要结一门姻亲，不然就会影响整个家族的运势，说白了就是死人和死人结婚。阴魂，这个听起来就毛骨悚然啊，现在还会有人举办这样的仪式吗？万一找不到合适的对象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才有阴媒人这个职业出现，他们专门给找不到合适对象的人家配阴魂，配一桩婚收费几万到十几万不等，会提供一具女尸给配婚方。怎么价格差别这么大呢？收费高低是根据所提供女尸的年龄和死亡时间来的，越年轻死亡时间越短，自然价格越高。这听起来像是倒卖尸体啊。就是卖尸，而且那些尸体的来路很难说，也许是亲属提供的，也许是盗墓而来的，甚至据说有的阴媒人为了利益还会向活人下手。哇，还会杀活人呢？活人这就更恐怖了。还有你刚才说的是提供女尸，为什么只有女尸呢？因为什么？电台突然怎么没信号了？我没听错吧？迅速关掉了收音机。今夜的山中非常的黑，这几天在山里取景简直累趴了。这次视频主要是还没什么人气，我们两个人就打算放弃创业了，转头看看副驾驶的王爵，他居然还埋头在摆弄他的破手机。还是算了吧，林哥，咱这几个月还没开张呢，都没多少钱了，我手机还凑合能用，你手机彻底坏了，你自己先买吧。放心，两部最新款老人机。我还是坚持坚持，等咱们发得起工资的时候再说吧。不过，说起来，林哥，我这心里总觉得怪怪的。你说咱俩今天下午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？头文字 D， 好好，头文字 D， 对对对。想太多，不干净的东西，你怎么不直接说见了鬼了呢？呸呸呸！有怪莫怪，有怪莫怪，林哥，大晚上别提那个字儿啊！你今天怎么这么迷信啊？主要是大半夜的，咱们还在这黑漆漆的山路上，总会想到恐怖电影里的场景，怎么可能不害怕呀？阿爵这话让我想起了刚才电台里的那声叹息。坚信无神论的我，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切回电台，并验证刚才只是听错了。可是此刻还真没那个勇气，鬼神之说信不信是一回事，怕不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行，不说那个字了，你为什么感觉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？今天下午的雾啊，一眨眼就冒出来了，还那么浓，后来咱们往回走的时候才发现就那么一小片区域有，这不奇怪吗？很奇怪吗？团务了解一下，没事少看一点神神道道的东西，多看看科普。可是后来咱俩的手机同时摔地上怎么说？要知道我手机可是在裤兜里装着呢，自己往外拿还老费劲呢。你还好意思说，要不是我拉着你怕你掉到大坑里，我的手机怎么可能摔坏？而且你都坐在地上了，手机肯定会被挤出来吧。林哥，你这是人身攻击。什么叫挤出来？
自从咱俩创业后，我都瘦了一圈了，不会再把手机从裤兜里挤出来了，好吧？好好，都怪设计师，干嘛把口袋设计的那么浅，连个手机都装不住？就算手机摔了不奇怪，那你看我手机后盖摔出来的这些裂痕，像不像一个人在笑？我越想越觉得背后发毛。别一天光想这些不着调的东西，有时间咱们好好想想咱们后期怎么做吧。这才不是不着调呢，林哥，在恐怖片里这些不寻常的现象可都是预兆，没准儿……嗯，荒岛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行车记录仪掉了而已，看你吓的那个熊样，帮我把记录仪捡起来，我靠边停下把它装上去。林哥，这荒山野岭的，指不定有什么东西，咱们还是别停了，赶紧回吧。停车不停车，停不停车啊，不同选择就有剧情不一样是吧？停车。怕什么，很快的，要不了一分钟就装上去了。有怪莫怪，祥瑞玉棉。林哥，你快点，我怎么听着后面有脚步声啊？好了，走吧，后面毛都没有，哪来的脚步声？别自己吓自己了。林哥，你说我这手机会不会摔一下就多出来什么奇怪的功能啊？我操，这个死胖子是不是傻呀？保存，要保存吗？要随时存档吗？会，搞不好会出现花屏、杂音、信号不稳定的功能。林哥，你就不能有点想象力吗？让我想想，没准那里那个坑里面的尸体会出现在手机里，这个功能你觉得够不够了不起？怎么可能？林哥，你不要故意吓人呢、啊、不然今晚我可赖你房间不走了。怕了，那还不放下手机，还在那摆弄？就快好了，我手机看起来没啥大问题，再试试拍照功能。嗯，可以正常使用。好了，不拍了，万一闪光灯下多出个人。人啊，你小子还 rap 上了。停车，快停车，路上有人。停，你别扯我胳膊，哪里有人，鬼影都没半个。就在车前面啊，一个红衣女人。我怎么看不到？人呢？你刚才到底看清楚没？这条马路上毛都没有啊，哪来的人？不是啊，林哥，我刚才真看见人了，不会给卷到车底下了吧？我操！林哥，你感觉到没？车晃了一下，是不是车底真有人？咱们真撞人了？赶紧下车看看，我看看车前。你看看车后。地上怎么有一滩血迹？我现在车前看了看，确实没有人，也没有明显的碰撞痕迹，然后硬着头皮弯腰去看看车底。啊！忽然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团黑色的东西，隐约的像是头发，不会真的把人卷到车底下去了吧？不对，那团黑色的东西居然从车尾缓缓地向车前移动过来，我的头皮都炸裂了，迅速地绕到车后，打算拉着阿爵一起跑。当我看到阿爵动作后，我实在忍不住对他屁股来了一脚。救命啊，林哥，救命啊，鬼在踢我。是我踢你的，你小子搞什么呢？为什么把缠子伸到车底下了？林哥，不带这么玩的，我要是心脏不好，这一下可就给你吓死了。我才要被你吓死了呢。这也太像人头了。知道我为啥踢你了吧？说你在搞什么。我这不是怕看到什么血乌刺拉的东西吗？我就想着拿胆子在车底下捣鼓，万一车底真有人也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啊，胆子 OK 抽奖抽过了啊，抽过了，最后12点再抽，12点整。现在没清火了，你们自己清吧。别，林哥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们还是找人要紧。
我反正是没看到人，不找了，要找你自己找吧，我先上车了。那我这风好冷，等等我，我也上车。阿珏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刚才到底看清楚了没有？林哥，我真看到人了，没骗你，就在手机。林哥，等等，我拍给你看，刚刚在相机里真能看到人。林哥，你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路中间是不是有人？我没瞎说吧？嘿嘿，可算是自证清白了。哪里有人？就在前面光线比较暗的地方，穿红衣服的。算了，我放大给你看。啊！操！吓老子一跳！滚你妈的！这一下看清了吧？别再说我胡说了，这次我可录下来了，有视频的。拍到这样的画面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挪开手机看看外面。外面什么都没有啊？怎么了？还没反应过来吗？现实你们根本看不到，手机却能拍到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林哥，我们这是遇到了那个了。那个？阿珏不见了。什么不见了？林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手机的人影不见了，阿珏，系好安全带，咱们赶紧离开这里。怎么了？车怎么坏了？刚才不还好好的？别急，我先看看有没有什么故障提示，油还够，其他警示灯也没亮。我们无意冒犯，请您大人有大量，让我们离开吧。我们明天一定给您多烧点纸钱，好好孝敬孝敬您。阿珏，别整那没用的，还是赶紧打电话救援。可是林哥，我手机没信号，打不出去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阿珏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林哥，什么声音？后面好像来了一辆车，听声音好像是辆大车。原来是有车来了，给我吓得，还以为什么奇怪的声音呢。我先开下双闪，你到路边去看能不能拦住。林哥，我害怕，万一那就在车外。行吧，一起走吧，要是能拦下车，咱们就可以先离开这里。好。我们刚站到路边准备拦车的时候，阿珏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，收到了一条新消息。有信号了吗？林哥，你快看，手机短信，哎，一个问号，不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什么车？你手机看来摔坏了呀，信息都变乱码了。林哥，我不想在这儿待了，我要回去。我们决定不理会那诡异的信息，伸出手向大车司机示意。还好大车司机看到我们，在我们边上停了下来。不要下车，还是不要上车？不要下车，不要上车。司机是一位中年男子，脸型消瘦偏长，戴着一个红色的帽子。有大车，上来吧。啊，谢谢大哥。这位司机大哥真是个爽快人，没多问什么就让我们上车了。大车紧接着启动向山下。放松下来，我开始犯困了。小声的在我耳边嘀咕：林哥，别睡了，情况好像不太对啊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嘘，小点声，你先看看车外。车子还在往山下行驶，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雾了，车前能见度不足10米，左右两侧完全被雾气包围了。起雾了而已，干嘛大惊小怪的？林哥，清醒了吧？那再看看我的手表。阿珏伸出手来，他的手表是一个户外运动手表，打开了 GPS 让我看。 GPS 显示我们在一片未知区域，再看看高度和气压，直接乱码了。你这手表坏了吧？怎么可能，之前都好好的，起雾以后才变成这样的。而且你看时间是正常的，如果坏了，时间肯定也不正常了。你在说
我操，这个司机不会是鬼吧？司机忽然开口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说着，跟机器一样。他的头扭过来看着我们，完全没有看路，车速却越来越快。砰！雾气中忽然出来四个半透明的灰色影子，紧紧地贴在挡风玻璃上，隔着玻璃向我们招手。林哥，林哥，我不想在这儿待了，我要回去。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又回到了这里？还是说刚才一切只是幻觉？难道这条短信其实是让我们不要拦车？林哥，到底要不要拦车？车马上就要开过来了。我刚才只是幻觉，现在的才是真正的车。难道是鬼想迷住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走？拦车或不拦车？不对，我要存档。上不上呢？啊，这个很有问题，很有问题。这个存档。拦车。手机里的信号跟刚才的幻觉应该是故意在扰乱我们的决定。我们在每一个决定之前，我们的存档就 OK 了。跟幻觉中的司机不太一样，圆脸没有戴帽子，我的心松了一口气。兄弟，是车坏了吗？这么晚了，要不要用牵引绳带你先下山呢？车先丢这吧，这么晚了路况也不好，把我们捎下山就可以了。行，上车吧。这次上车之后，我们再没敢睡，司机很健谈，一边稳稳地开着车，一边问我们，一边跟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。兄弟，你这车明天拖回去后要找人给看看呢。是啊，要送去 4S 店好好检查一下，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找个师傅给看看。说实话啊，刚刚你在那拦车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，司机要不要停下来呢？这司机没什么问题，司机没问题。如果刚才不拦车，我们可能会死，可能会被鬼掐死啊，可能就死了，就凉了。大哥，你这话我怎么听得不太明白啊？刚才我离老远就看到你的车笼罩在一团黑灰色的雾气中，雾气是从车底下升起来的，你这车怕不是常规故障，最好让师傅看看。雾气，我刚才没有看到雾气啊，但是车坏的还是真是蹊跷啊。很多司机晚上都不愿意跑这段路，因为坡陡弯多，经常会有事故，而且这段路很邪乎。我曾经遇到怪事，前年有场轰动一时的事故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，那是我亲眼目睹。从那之后，只要不赶时间，白天我都不愿意走这边了。前年我那会儿还没车呢，也没关注这些。大哥，你仔细来说来听听吧。那晚12点多，就是这段路，当时我在对面车道往山上开，忽然从上边冲下来一辆车，速度很快，马上要转弯了都没减速。我赶紧又打一把避让到路边，错车的一瞬间，我看到车里是一个没有脑袋的人，右手扶着方向盘，左胳膊破破烂烂的打在车窗外。哎呦我去，大哥，你是看错了还是看到什么了？看到那什么了？我也以为我见鬼了，可那车子从前边弯道那儿直直冲了下去，摔下去的动静很大，路面上还留下一道长长的血迹。我赶紧停车跑过去查看，山下边很黑，什么都看不见，那时候也没有围栏，要不是路面的血，我都以为是看错了。司机有没有问题啊？这司机后来呢？那肯定是要打电话报警了。我跟交警说了这边的情况，他们说马上赶过来，因为事故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就可以继续走了。结果没开出多远，就看到正前方停了一辆开着双闪的大挂车，司机蹲在路边，见到有车经过立马跑过来拦车。我停车下去还没开口呢，他一把拽住我，放声哭了出来，哭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，然后哆嗦着让我帮忙报警。
跟那个无头车有关。没错，两车错车那一瞬间，小车的司机忽然把头伸出来，车距太近，对方车速又高，他急刹了，可还是来不及了。等他反应过来下车查看的时候，就看到一路的血迹，然后他指着路对面让我看，我这才发现路中间有一个半闭着眼睛的脑袋。半闭着眼睛的脑袋啊，您这么一说我有点印象，后来证实那个小司机是醉驾，事故是挺诡异的，不过主要还是酒驾惹的祸。可后来我有几次在夜晚路过这里，每次都会遇到大雾，每隔几十米左右就会隐约看到路边站着一个没脑袋的人。秃头，那你还敢走这条路，你他妈是不是鬼？起雾的区域就是从那晚看到人头的地方一直到车子摔下去的弯道，走出这片区域雾就会自己散掉。说着说着，然后路上又起雾了，司机大哥现在明显很紧张，一言不发的正在专注的看着前方，车速也降了下来。很快就看到了路边有个隐约有一个人站着，果然像是没有脑袋，但是光线昏暗，根本看不清什么。也许是我听了司机大哥的话产生了错觉。可是每隔五分钟就会看到路边有那样的一个黑影，忽然车速越来越慢，眼看就要停在一个黑影的旁边了。司机大哥猛一踩油门，却一点用都没有，明明是下坡，明明踩着油门，车却违背常理的停了下来。就在我们停下来那一刻，旁边的黑影忽然消失了。这时车子忽然失控冲了出去，眼前的雾一下子就消散了，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有好几辆车排着长龙，我们根本来不及反应。当我们再次醒来，发现浑身麻木，除了头可以轻微的转动，再也没有办法调动身体的另外部位了，有着各种呻吟跟嚎哭声，努力转过头和眼睛找阿觉的身影。可是我费力的把头转向了另外一边时，就看到了刚才大车司机躺在我的旁边，他睁着眼睛，整个脸都被撞到变形，呈现出消瘦偏长的样子，一脑袋的血看起来就像戴了一顶红帽子。这不正就是幻觉中的那个司机的样子吗？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很轻，慢慢的飘在了空中，看着另外一个自己肢体扭曲的躺在地上，周围并没有看到阿觉，希望他能安好。难道我死了？离我身体不远的地方是一辆烧得黑糊糊的车，车旁还躺着四个烧成黑灰色的人，像是幻觉中那四个人影一样在对我招手。起来起来得起来啊，他妈在睡觉，在睡觉，狗日的东西。今天为什么那么早啊？林哥快起来，今天要去颁奖，还有好几个甲方跟我们约了面谈呢。班长什么长？还有甲方？阿觉，你说的话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明白，听不懂。咱们公司冠名的视频大赛啊，你不去颁奖怎么行？今天还要把明年一二季度的拍摄项目定下来啊。等等阿觉，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，生活原本不是这个样子的吧？林哥，你这是又睡懵了吧？是我睡懵了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可工作室还是老样子，一切都那么熟悉，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。忙了一天回到工作室后，觉得这一天的生活非常非常的不真实，好像丢失了一大段记忆，只记得我们创期，后来完全没有印象，难道真的有鬼？阿觉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太像一场梦了？林哥，这样子的生活难道不是你一直期望的吗？这个死胖子怎么那么诡异，怎么那么恐怖，这死胖子说话。
就是太接近我的期望了，所以显得很不真实。这样不好吗？只要你觉得开心，管他真实不真实呢。我操，这个死胖子有问题啊，这死胖子啊。说的也是，不早了，睡了。起来起来起来呀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又来了，今天为什么又那么早？林哥快起来，今天不对，怎么每天都一样？有几个甲方跟我们约了面谈呢。每天都一样，又颁奖，什么奖？为什么要说又？这一幕好像刚才发生过，可又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的事。咱们公司冠名的视频大赛啊，你不去颁奖怎么行？这个死胖子很诡异，这个死胖子很诡异。一天过去就觉得奇怪，好像丢失了一大段记忆，只记得我们创业初期，后来完全没有印象，可今天每一个瞬间又无比的熟悉。阿爵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太像一场梦了？林哥，只要你觉得开心，像不像梦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他妈怕不是中了幻术？说的也是，不早，睡了啊。起来起来起来呀。啊，又来了，今天为什么又那么早？林哥快起来，今天要去颁奖，还有好几个甲方。又颁奖？颁什么奖呢？为什么要说又？咱们公司冠名的视频大赛啊，你不去颁奖怎么行？这死胖子有诡异，有古怪，死胖子太奇怪了。阿菊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预先知道，还能顺口的接下来，根本就不需要思考，就好像已经这么做过很多次了。我心里更是奇怪了，既然我们都成功了，以我的性格还住在这个地方，有点说不过去啊。我怎么觉得一直在过重复的日子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人生每天不就是在重复吗？周而复始的重复同样的工作和生活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正常啊！你个死胖子，这正常吗？你不是阿爵，阿爵不会说这样的话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可以留住最开心的一天，不断的去细细品味那种快乐。鬼才想要不断的重复同一天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很享受这种感觉。嘻嘻嘻嘻。失败结局一天。剧情失败。